Oh, I'm not crying. I'm not crying. Yeah, we're not crying. Yeah.在走进那些普通人为北京冬奥事业付出太多努力的这些志愿者和建设者们还有管理者们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这些平凡的人恰恰我们把他们在走当作英雄来拍。这些镜头也都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工作状态。当时就是陆川的团队非常辛苦，从早到晚我就看到哪里是志愿者到底设什么东西啊，真的不清楚，后来呈现出这么精彩的一些画面。虽然这个是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但是其实有好多瞬间我自己其实在记忆里也是比较模糊了，因为当时是属于一个高度紧张或者兴奋的这个状态下，我是没有办法去记清楚每一瞬间。但是刚才看到了这个电影，然后帮助我回顾了这些瞬间，我还是非常感动。我们平时看到更多的可能就是运动员夺冠的这些运动员，因为我在奥运会上也赢过也输过，但是他最终留给我们都是特别美好，特别向上。What we look for is to have something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broadcast, from the TV images. You manage to bring that behind the scene to capture all what happened, to show how these games were very successfully staged by China, by Beijing. 这个片子很好的向我们诠释了北京冬奥会到底是如何的成功。那么我相信也给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未来我们应该如何紧密围绕在五环周围，去面向一个更好的世界。这部电影是属于世界，也属于全人类的，希望它能够属于电影史，属于体育史吧。